在19年前，我跟你爸爸去拍戏，我做梦也想不到，会在19年后，我跟他的小孩在一个地方，我在炒菜，他的小孩在弹琴。Yes， 这个画面多好看，你看。帅。多写，把你戏剧的感觉融在音乐里面。对。他在这唱歌，你知道，我拍的第一部电影，在我19岁的时候，是他爸爸的导演，边走边唱。对，特别巧。哦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对。然后过去了29年之后，我做梦也想不到，而他小时候我还抱过他，他坐在这里弹吉他，我在做饭，就觉得好奇妙，人生不是很奇妙。我跟你妈咪一起拍戏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有你哎，1999几年的时候没有我。对啊，好奇妙哦，不可思议啊，真的好奇妙。